唐罗文十二月正式荣升马太之后，似乎仲系放假魔话，连日嚟不时更新社交平台，仲少有敢分享泳衣相。相入面嘅佢着住一件黑色斜肩泳衣，晒出三寸事业线，瘦身之后嘅靓汤，身材非常之好，一个钟头就吸引超过20000个 like。其实自从参选港姐之后，唐罗文的身形一直是肥是瘦，但是经过一整年的婚礼地狱式减肥，可以说是重回颜值巅峰了。